韓國國民男友朴寶劍呢日現身香港會 fans， 咁當然唱歌派心心就走唔甩噶啦。穿着黑色西装现身的朴宝剑首先献唱情歌打头阵，然后就用广东话同 fans 们打招呼。准备好，我是朴宝剑，我关注大家。乐巴仲说在新的一年自己有很多目标和愿望想要达成啊。또기회가된다면이렇게홍콩팬분들과다시만나뵐수있는자리가마련됐으면좋겠다라는바람도있고요홍콩에서도조금더할수있는날이올까요아직까지많이부족해서조금더노력을해야될것같고요乐巴想做的事有这么多但是在30岁之前乐巴就一定要完成这几件事先개인적으로는어떠한자격증이든저에게이로운혹은제가하고싶은일에대한자격증은꼭한번취득했으면좋겠네요뭐외국어언어자격증이라던가물속에서하는스킨십국어자격증이없는것같더라고요